环城，一座充满魅力的美丽山城，经济新常态，产业新动能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破解。未来将如何擘画环城美好生活的梦想蓝图？举一纲而万木章，记一卷而众篇名。文城已开始华丽转身，扬生态之长，补交通之短，破出路之难，抓富民之策。从自身实际出发，开展产业提升、改革争先、环境再造、除险安居、强村富民、交通补短板、固本强基七大行动，实施全域旅游引领工程，做好旅游加、生态加、互联网加文章，实施强村惠民计划，做强生态农业，做优生态工业，公共服务更加均衡，全面实施文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。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，结构优化，动力转换，完成串点呈现，由县级面惠及民生，共享绿水青山，打造全省最佳旅游目的地名城。察事者智，遇事者赢。面向世界，十七万海外文城人走遍天下，成就天下。家在文城，这是侨乡文城向世界打出的文城牌，未来拥有无限可能。让美丽山水同美丽经济相融合，让美丽生态同美丽财富共成长，让美丽环境同美丽生活相和谐。在城乡统筹发展道路上，村貌之变、文化之变、理念之变，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着文城故事。文以化人，成天下。不分故里，山水田园，发展美丽经济，建设美丽家园，共享美好生活。全世界的文城人正用自己的巧手编织美丽幸福的理想家园。